两个结节都能变化哈，没变化，但是今年原来每次做那个年度检查都是一条，今年又多了一条。雌性结节就是良性的意思，雌性这个看到吧，炎性肉芽肿是良性的意思啊。你看这个都0.4。啊，没事的，良性的，以前就没报，就那个，就原来的那些，还是考虑原位癌呀、啊，那些微浸润癌的可能性大啊。不是这个以前为什么容易爆，这次就爆了？那有可能是新出现的呀，新有感染呀，感冒呀。啊，这个有没有需要吃药或者？不吃呀，不需要，吃药，每个人都有。我就多了一条，所以说我就觉得心里头有不踏实。那不要担心，不要啊啊啊！那个是术后，哎呀，行了。